确诊宫颈炎需要做的检查，最主要的需要医生做妇科检查。我们会从肉眼观察宫颈的炎症的严重程度，宫颈的外观有没有水肿，有没有充血，有没有细胞浸润的表现，还有我们可以做宫颈的分泌物的培养，可以查宫颈的病原学的病原体，比如说病人到底是因为淋病、支原体、衣原体，还是一些病毒感染造成的宫颈的炎症，还是说因为其他一些因素造成的。另外我们还可以做宫颈的刮片，就是宫颈的液基细胞学检查，然后明确宫颈炎症的严重程度，再看它的白细胞的扩散程度，然后确定宫颈的有没有炎症到很严重的程度，然后同时我们还可以明确宫颈有没有发生癌变。